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说的2020年值得期待新车，就是在不久前 Honda Malaysia 刚刚公布开放预订的第十代 Honda Accord。 从这一次 Honda Malaysia 的操作策略来说，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Honda Malaysia 打算重新定义这个 D segment 的定位。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新车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相比第九代的 Honda Accord， 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在它的车长、车宽还有轴距都比上一代车型放大了不少，只有在车高它是稍微降低了一些，所以它的空间表现呢，不管是作为行政房车也好，还是家庭车也好，其实都是绰绰有余的。接下来就是外观的设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它延续了 Honda Civic FC 的家族设计，不过呢，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运动感，但是其实第十代的 Accord 它整体的设计风格还是偏向成熟。相比第九代的 Honda Accord， 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呢，除了在车身的高度之外，它的车长、车宽还有轴距其实都比第九代车型放大了不少，因此呢，如果你要将它作为一台行政房车或者是家庭房车的话，它的空间表现是绰绰有余的。至于在外观的设计上，基本这一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呢，是延续了 Honda Civic FC 的家族设计，但是呢，虽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运动氛围营造，但是第十代的 Accord 它的外观设计其实整体还是偏成熟的，毕竟这样的房车是家庭车或者行政车嘛。至于在外观上面呢，我个人最为喜欢的就是它的头灯组，我觉得这个头灯组呢，它的设计是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它还支援了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功能。是比较可惜的是，在 Civic FC 上面那个被网民戏称为虾面的尾灯，它被保留到了 Accord 上面。这个设计并不是说不好看，我觉得还不错，只是我觉得体面积小了一些，稍微不够大气。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它的内装设计同样是以成熟稳重为主轴。如果你拿来和这一个 Honda Civic FC 相比的话，它缺少了一点点亮眼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因为呢，作为家庭房车或者行政房车，最主要的就是实用。它整体的内装设计相当的简洁，然后它的按键放置的位置非常的旧手。你开一台车，你最常接触的就是整个中控台，所以中控台按键的布置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 Honda Accord 让你盲操作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原本的这个脚踏式 parking brake 在第十代 Honda Accord 上面升级成了电子手刹车，所以使用的便利度上面也是不错的。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是有自动 parking 的功能。在安全配备方面呢，像是六气囊啊、斜坡起步辅助啊，还有这个 VSA 等等，基本上都是标准配备，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 Honda 也表示在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上面会搭载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其实呢，在上一代的车型已经有了这个 Honda Sensing 主动安全配备，只是它缺少了这个 LSF 低速跟随系统。至于在这个第十代的 Honda Accord 上面呢， Honda 终于让这个 Honda Sensing 完整版出现在它的身上。另外它还有一个更为先进的功能，就是我们早前提到的远近光灯自动切换。所以呢，放眼目前我国市场的 D segment 里面， Honda Accord 其实就是安全配备最为丰富的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Honda Accord 最为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第二代 VTEC Turbo 1.5 引擎。这一具引擎和新加坡版本的 Honda Accord 是一样的，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201 PS，峰值扭力260 Nm。 和泰国的 Honda Accord 1.5 相比，泰国的 Honda Accord 最大马力为 190 PS， 峰值扭力 243 Nm。 所以相比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Accord 动力强了不止一点点，只是暂时我们还不清楚 Honda Malaysia 会不会引进这个 177 PS 的版本到我国。如果引进的话呢，这个 Honda Accord 的起步价格应该会相当的有竞争力。最后呢，就是这个第十代 Honda Accord 的售价了。目前其实 Honda Malaysia 并没有公布关于这款车的售价，我们要等到发布会的时候才会知道正式售价。但是呢，以 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市场策略呢，我相信它的价格会比起这个主要的对手，例如 Toyota Camry 或者是 Volkswagen Passat
来得更有竞争力。所以我们预测呢，它的价格会在16万令吉到19万令吉之间。不知道你认为这个 Honda Accord 第十代售价会是多少呢？你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预测售价。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拜拜。